上来，我是 MC 君 ，MC 君欢迎收听节目啦。好久没来这个频道。欸，你知道我们的开场逻辑？废话，已经来第二次了，才来第二次，我们这边来过四五次了，都还搞不清楚。哦，是这样子啊，你算聪明的。好，今天找你来，势必就是不会喝太多酒。太棒了！但我们想要你以不喝酒的人的姿态帮我们评价今天的食物。好，我们今天要做的是酒渍香肠。你是故意的吧？叫我来吃香肠？袁伟君，抱歉，没有这个意思，没有这个意思。你是故意的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只是因为我突然想到这不太需要喝酒，因为我们等一下会把香肠搓冻泡酒。然后下去煎，所以你可以试试看，说哪一支香肠？哎呦，被你一讲，我才发现这件事情。你没有故意的吗？没有。其实你刚跟我讲说是要拍这个的时候，我也没什么反应。但是我看到香肠本身，我就觉得你怪怪的。好了，没有这个意思。我们平常不都会吃什么高粱香肠？就是说在外面摊位嘛，对对。可是这个制成很麻烦，我们今天用快速，就是我等下可能会泡，这边有各种酒，有白兰地，有艾比斯，有绍兴，有苹果威士忌，有美酒，有琴酒，然后我们等下就是各泡，泡完以后你就试试看，说哪一支煎完以后的味道你觉得是比较好吃的。我这样真的不会喝醉吗？不会。其实香肠不太吃太多酒，碟子。可是它外面是一个膜哎，我们是不是要这样子把它搓，然后泡？要动，那搓动给你搓。好的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我知道，没有，我只觉得很好笑，因为这个人设实在是太完整了，对，没错。那我来加酒，我是八，加酒，好。贝贝尔，哎，重点是我抽不进去，哎，还是我们直接这样子给他一刀？哎，你刚一提以后，我现在所有的对话都变不对劲，什么东西都变得不对劲，是你自己要约我来的。不是我好。哎，怎么样 ？Peter， 你觉得怎么样？这样我直接给他一刀。没有。很难搓哎、欸，好痛哦、啊。不是啦，看起来很痛。换我。你不要。不要。院长去抱他啦，不要。不要让他操作这个啦。我。好，你去旁边，你不适合这个。好了。渣男不是啊，这我来，你等下负责煎香肠就好。太怪了，被你讲一个太怪了。其实搓这个魔衣有一种蛮爽的，对它其实不知道为什么，有点像压那个泡泡纸的感觉，对，就会有一点觉得不错，感觉笑屁啊，会不会觉得我最后都没什么味道？有没有可能？是有可能，是有可能，但我有想过备案，就是煎好以后我再刷一层酒上去。哦，对，这什么？这看起来好可怕哦！艾比斯，艾比斯，我照顺序排一下，不然我怕我等下忘记。就像葡萄酒是葡萄，小米酒是米，不是，它是艾比，它不是艾比，那它是什么？艾比，感冒。等一下，怎么多了一只锅碗？你说从下面追到上面。我等一下应该要翻动一下吧。对，我们就定期翻一下。那我们泡个30分钟，好，好不好？先回家了，拜拜。拜拜，慢走。好，时间到，我们来煎香肠。你有煎过东西吗？没有。你等一下就试着持续翻面，让它不要焦就好。OK。可以哈。焦了会怎么样？焦了会不能吃啊。Oh, OK。或是不好吃，会苦苦的。Peter， 下个指导起来，这边先交给你。Oh, 下个指导起来。是，我们那个厨师。那不如就 Peter 来煎吧。好歹煎一只啦。好，那 Peter 你先煎一只。好、oh, 啊。然后他。哎、欸，对，我先看一下，这样我可以有个示范对照组。对，因为毕竟你再来可能也是要步入家庭，所以多少可以尝试一下这种东西。外送就好。外送，OK， 你以为用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？还真的可以，一点点就好。没有，你知道很多厨师的一点点，大家的标准都不一样。对，就是每个人的一点点，或少许，对，都不一样，少许都不知道你少许是多少。但刚刚他的一点点是真的蛮一点点，因为我们要一只一只煎。哦，所以每一只都要一点点混啊，对，味道才不会混啊，因为我们要确认每一只的味道。哦，好，然后哟，要开抽风机吗？每一只的味道。不要开了，他还在他的黄腔啊。嗯，那我就先吃了。喂，不行吧！不行吧！不行吧！太好了，太喷了吧！没有，他又表面有，我不要有嘛，我不要，我拒绝你。院长，这喷完头发太油了吧？你喷到头发了，还快了吧？单纯的在攻击而已吧。攻击吧。好了，其实就小火慢慢煎，就这样子。喝
且因为这可能很多只，因为我们要四味道是一只，平常都很多只啊。对，平常都是什么？平常很多只什么？这个时候就一只煎香肠。不好意思，好像有我在就会特别奇怪，我很抱歉。没事。通常这样香肠要煎多久？煎表皮吗？以表皮来，一小段，因为你要煎到里面熟。其实有的方法，我们是表皮煎脆，那我们就切片，然后下去把再把它煎熟，再把它煎熟，是最快是这样。味道会不会流失？其实还好啦，因为你只要把它煎熟而已啊。可是这样其实就可以吃了。哎，不行，里面一定是生的。你也没耐性。对啊。我跟你讲，片长今天超不爽，原本只有一个废物，现在变两个废物，从一个废物变两个废物。而且我刚刚本来还说我要尝试，但刚刚看到那个油喷，算了。玉手怕开实况的时候手啊，真的，哎呦，我快嫁人了，我不行。在我还没有步入那个拍摄那个婚纱照之前，我不能经历这种场合。切片，我们再泡回去一下。还是要被你没纸箱抢？不要啦，我们切，不要，切吧，东西。那因为我们试一片，如果味道没有放进去，我就把它丢到酒里这样子。其实那不就等于香肠直接沾酒吗？酒沾香肠、嗯，怎么跟你之前的干妹妹没有？不是你，是小胡。小胡，要不要先吃一口看看？好，现在应该很烫哦。好，所以请拿出一点耐心。怎样？太烫了。这是什么酒？这是白兰地，而且是原酒，高森林。没什么酒味，没味道。嗯，就香肠。酒味被煎掉了。好，那我们这样子吧。奇怪，那平常那些高粱酒的那种香肠是怎么做？没有，他们是在制作成香肠以前做的，就把它灌进去，你就会加高粱下去腌制啊、预饭啊什么的。我想说，平常那些有酒的，有一点酒味的，很酒，试试看，哪一个是这个？哦，酒味上来了。哦，好久啊、哦，好久不见。我们很喝太久了，我觉得还不错，但对他来讲有点久，对，会太重了。那你帮我用一个，我会帮你用一个，我觉得很香。天啊，那个等一下，慢一点，很烫。不，煎饼还好，真的。妈的，我不想吃你。真的，我很烫啊，我觉得还可以，虽然蛮久了，但喝起来好像还可以，就还不错。但你刚一进去，酒气就跑出来。对，再来一次，但会有一点点苦，又一点点，有一点。但皮尔长，那我们等一下加速，我们一次煎五只好。反正我们都要用沾的。对，因为我们目前试起来应该是煎的时候它会流失掉，所以我们应该是煎熟了以后沾完，再煎一次，把那个酒气微煎一下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等一下皮尔。好，狼狈为奸，动手。因为我觉得披萨长很像卖香肠那种摊贩。西班牙。嗯。烟枪杯。要烟枪杯啊，老板。怎么赌？怎么赌？几道我砸吧。切好了，照片板。这次怎么还是有点偏绿的？怎么还没切片啊？这个是这个，我切。还是我切，好，你切，知道吗？太棒了，两个废物，一个变两个刀法。下次不一样，下次再找一个可能潮力线怪，这样子。哎，你好了没？你好了没？你真的很棒哎，我说你啊，怎么了吗？你来啊。我们先从艾必斯，他们刚刚跟我解释过是什么茴香酒。超可怕，茴香本身我就超怕，感觉我这个真的会有点不行。还是我们把机会让给你哥。哇，借刀杀人。No thank you。那你知道我要刷掉你的瑞娜颂哦。No thank you。他的颜色看起来很可怕，快点进牌。他好像坏掉颜色了。有点苦，你要不要尝试一个小块的？这一块，好，有一点苦哎，是比跟刚刚比是真的有点苦，说不上来的苦，可是没有艾必斯的味道，就单纯很苦而已。有就是那个草味，嗯，还是有那种茴香，
什么违法的东西，什么绿色的枣，真的很绿，真的很绿。你四月二十出生的吗？比刚刚苦，很苦对不对？那么苦，超苦。你要我们要试一片看看吗？比刚刚苦很多，很苦哎、欸。但好险香肠味道够重，对，所以就还 OK， 不浪费食物。我直接拿走。铁砂掌，他不想给你喂。哼，香肠变好吃了呢。哪有？有吗？可是香肠很甜，台式香肠很甜哦。那它那个加起来，它其实没那么甜的。他喜欢那个平衡后的味道哦、嗯。可是我没有很喜欢，就是。来下一个。我不喜欢好不好。绍兴。绍兴，哎、欸，那绍兴是什么做的酒？绍兴什么做的酒？我还真不知道。绍兴这里，糯米、蓬莱米、小麦，没事，反正跟你讲完，你大概过一会儿又忘了。不会，我下次会记得。糯米、小米跟麦，不用记这种东西。很香哎、欸，绍兴的有香菇味，真的耶，香菇味，这个感觉很赞。好吃，我也要，帮我要一个。打他，现在打他。我要代替约会君，给你正义的一拳。很好吃耶，好香哦，超香的，它多了一个香菇的香味，超级香。而且你要把它放进去的时候，它就是真的香菇味直接大爆冲，冲上来。给你们一块，好爽哦，这是目前吃起来唯一一个不苦的。对不对？香菇味，好吃。香菇，好吃。这个我也蛮期待的、喔。苹果威士忌，这是甜的威士忌。哦、我想要先闻闻看这个苹果威士忌本身的味道。啊、哦，这是苹果哎、欸，怎么会有这么浓的苹果味？你现在工商是不是？不是，它就有一个 tree top 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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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就有一个苹果汁。真的工商哎、欸。这个香肠变得更甜了，很好吃哎。可是我其实本身有点怕威士忌，因为它没有太多威士忌味，因为它的这支威士忌本来就是苹果香多过威士忌味道，还是有，好是吧？还是有。我跟你讲，那种会喝酒的人说这个没酒味都是骗人的，就跟吃辣的人说这个不辣一样。给会喝酒的吃一下，试试看。你是铁砂掌是不是啊？他厨师哎，哇，他蛮。甜的哎、欸，很甜，嗯，很甜，但是威士忌味道比较浓，一点点啦、啊，还好，好啊，发脾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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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啊，接下来的嘞，那、啊、这个是什么？美酒，美酒、啊、，OK， 、啊、OK， 我觉得闻起来超甜，哦，你会喜欢吗？突然有一点那个梅子饭团的感觉，哦，有一点，对，你家，味道很像。梅子饭团，哦，真的很像，好甜，有点太甜了，太甜了，有一点太甜，它有点过头了，因为它已经吃了变得有点腻，吃到锁喉，甜到锁喉，没有，它是那个梅子饭团的最靠近梅子的那一颗饭粒，哦，然后你是整颗饭团都是那个味道，对，就是有点超腻，腻腻的那种，请酒，我用季之美五周年。你折服啊！折死嘞！不是五周年吧？啊，五周年吧，是吧？京都纪念版。京都纪念版。加点味，其实有点香哎，有点变得有点像柚子的味道，对、嗯、对？有点柚子的香味。嗯，变蛮清爽的感觉。嗯，有柚子的香味，为什么啊？这很清爽。它有柚子的香味，为什么？不懂。它就是香肠就突然没有这么油腻了。对对。然后变得比较干一点点，干口，很酷。所以，我们帮大家总结一下，我们先试了六种：白兰地、艾必斯、绍兴，然后苹果威士忌、美酒跟清酒。白兰地就还可以了，普通。艾必斯就是苦，很苦，不行。绍兴第一名，香菇，赞。然后 Jack Daniel 跟美酒都太甜，都有点，有点太甜。美酒真的太甜，清酒意外的好，清爽。你的第一名是清酒还是绍兴？我要选清酒，因为我觉得就真的变得很清爽，好吃的香肠，你就会变成可以吃15根香肠没关系的那一种，笑屁啊、喔！但绍兴可能就口味也是好吃，但口味比较重，对，口味比较重，可能吃两只你就会有一点、太多了。
我们下期见，我们下期见。笑屁哦！琴酒真的好吃，我的第一名是琴酒。琴酒真的很好吃。哎、欸，你刚刚没讲你的第一名。我第一名绍兴，因为我喜欢味道重一点，可是琴酒我也很喜欢。你好像什么？我跟你突然变不同国。对啊，有点失落，七八段。再见。哎、欸，很清爽吗？多一个清爽柚子香，柚子皮的味道。对啊，很妙哎、欸。那就是香肠变好吃。对，香肠变好吃。香肠变好吃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试法哦，其实用泡的，不知道泡多久了。因为我们泡的是失败，所以我们变成是香肠煎好以后，沾到酒，再下去把酒煎干，就起来，好吃。就真的变成一个调味料的感觉。嗯、对，真的很棒，我真是个小天才。如果喜欢这句话，不要放在除非做完中，全部用在上讲。如果你们吃喝的好玩的，欢迎来秀兰秀跟我说，不要去订阅贝利美。也可以找我、哦。拜拜。